浪哥最后教大家就废物测试，就是防止就女生废物测试有一个心法告诉大家。那么是什么？就是互相尊重。什么叫互相尊重呢？就当女生比如说哇我今天要个包，对吧，那么你怎么去做呢？首先呢，你要先去学会尊重自己，就你要去明白，就是你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到底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。如果你不愿意做这件事情，你就明白是定个基调，那么我做了这个事情我不尊重自己，所以说我要就是不做，那么就定的基调就是我今天不会买这个包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说互相尊重，那么你要什么？你要去学会尊重女生。那么她提出这个问题她总是有原因的，所以说呢，你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就是尊重，在尊重自己的前提下呢，尽可能的去尊重对方。比如说我会说，哎，亲爱的，那么这个包呢，我们的感情呢不是用这个包来体现的，对，所以说啊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去买一个包子怎么样？对啊，用这样突然变这么 low， 突然变这么 low 啊。那这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一个互相尊重的。包括呢，我还举个例子，就当一个女生呢，她在问，就是你就是要不要介绍这个闺蜜给我认识或者怎么样，你还是要去选择第一个呢，要尊重自己。她的闺蜜比对她的闺蜜的胸部呢确实比她胸部更大一点，长得比较漂亮一点，那么你的内心深处呢是喜欢她闺蜜的，但同时呢就是你要尊重到这个女生的，对吧？女生问这个问题就说明她对你是有点意思的。你怎么说呢？首先尊重自己，那么就是要介绍，但是要尊重她 又不能介绍，这就出现问题了。那么在两者之间呢取其一，就说你在就是尊重自己就没办法尊重别人，尊重了别人又没有办法尊重自己的时候呢，选择什么？选择一定要尊重自己。因为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了，就没人尊重你了。那么我会怎么说呢？我说亲爱的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对吧，给次机会，对吧？然后那女生说她一定会说我认真的。我说真的，要是这个后果严重了不好办了。然后呢妹子就说我承担嘛，那你赶紧把微信拿来嘛。对吧，就很快。那么最后呢，就说女生的废物测试在什么时候是最多的呢？就是在这种私密的空间啊，已经在这个床上了过后，那么女生她的废物测试就特别多了。比如说呢，像刚刚我又问到七七啊，这个谈过四个恋爱，前面三个男朋友都没有发生关系，那现在呢和她的这个男朋友交往了一年过后呢，才这个发生关系。所以说七七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个非常慢热的女生，对吧？慢热吗？那么就是一年的还不慢吗？你指的是性方面的慢吗？这感情反正还是到了，是感情到了，就但你的身体还是很保守的。对，身体很保守的。其实呢，像七七这个时候，比如说很简单，我举个例子，就你现在和男朋友认识可能三个月了，他要说，哎，今天要去你家，然后你也愿意他来，在你的沙发上，他就开始这样胡搞乱搞，想要干你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说，你会说我们速度太快。其实我一般会，因为好像跟我一般在一起的男生吧，应该也不会那么快，比较尊重我吧，也比较尊重你。因为在最开始，比如说像拥抱啊，或者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的时候，可能我觉得不行了，就会把他给推开，然后说一些专业话题。哦，你会直接推开哈？但是呢，而且这种事情一般过了过后，像晚上，比如说各回各家了，我在微信上可能会直接跟他沟通。你说我不喜欢，底线是什么什么什么？对，那么这种女生是特别好的，就很直接。那有一些女生呢，她会有一些这种测试的，她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这样子太快了。”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心法又出现了。那么你比如说你今天你在这里，那女生呢她说我们这样快快的不要做这件事情，好，这个时候你要学会什么？尊重，首先尊重自己，到底自己想不想要，对吧？其次呢再去尊重女生。那么那到了这种关键时候，你看我的大哥已经站起来了，那么我这个时候呢我是非常想要的，所以我首先呢选择尊重自己，那么我就要，但是呢我同时也尊重你，我会告诉你什么，是不是就感情就是来的太这个太直接了，太快了，对吧？我会说，哎，感情啊没有快慢，只有深浅。对，比如说女生她要问你，她说啊你今天要我了，你爱我吗？负不负责呀？负不负责啊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尊重自己，你说爱都没有做过怎么谈爱，对吧？如果兄弟你有更多的情感问题呢，可以加浪哥的私人微信号PUAMAP215，浪哥跟你一对一答疑解决。